大家 pay attention please。今天我想告诉你们我的梦想。我的梦想是很简单的，因为有一点非现实，但是啊，就是成为一名 hero。你们觉得 hero 有什么能力？我呢有 power， 有勇气，很聪明。因为是外面的世界看起来很复杂，我想用我的超能力改变这世界，帮助别人。这才是最重要的是，很帅，很酷。